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，我是唐杰，马上带你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。年关将近，无薪假人数跌破20,000人，一周大减超过6200人。2022景气，企业经理人乐观表示，最看好电动车，最担心通膨。暴迪宣布推出下世代太阳能模组产品，年产能200兆瓦，明年第三季出货。英特格宣布扩大高雄投资140亿，征100名人才，年增营收140亿元。来关心台股，台股今天大盘量能增温，全场预估成交值超过3800亿元。市场专家认为，台股资金没有退场，现阶段由全职股、中小型股交叉掩护。指数盘中一度冲高到17988点，逼近18000。法人指出，指数越过前波高点后，10日线17619点弯头向上，准备与月线17651点形成黄金交叉，形成多头排列，技术面偏向多头。加上年底即将进入法人及集团作战旺季，在外资转卖为买的讯号浮现下，若国际股市无太大动荡，年底前台股渴望维持高档不坠，提供给您参考。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。全球先进材料及制程方案供应商英特格8号宣布扩大在台湾投资，预计在台湾设立全新最先进技术的厂区，以5纳米以下更先进制程为主，未来3年投资将新增到约5亿美元，相当于140亿台币。美国媒体 The Information 报道，根据访谈和苹果公司内部文件，苹果执行长库克曾在2016年与中方签署价值达2750亿美元（约台币7.6兆元）的协议，以化解恐会使苹果在中国的装置和服务陷入困境的威胁。对此，苹果公司尚未作出回应。彭博报道，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可能不利于明年经济成长。中国人行继周一全面大降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2码后，周二宣布调降支农、支小再贷款利率1码，下调后3个月、6个月、1年期再贷款利率。台湾财政部公布11月出口415.8亿美元，连续5个月刷新纪录，年增30.2%，连续17个月成长，为近10年最长成长周期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国内电信业在传战火 OTT 加入战局，也让市况更激烈。不少电信业主打复合门市、特色门市。周三，电信业打造首座的 5G 复合零售概念店，跨域结盟合作，力拼冲高 5G 市占率。跟超商可爱的 Open 酱一起劲歌热舞，电信业龙头台北东区服务中心正式开幕，选在信义区一级战场，一旁就是超商门市。不止电信服务，还有咖啡餐饮复合零售，大大的 5G 字样象征服务求新求变，网络民众多元需求。我想这个东区最主要是寸土寸金嘛，然后呢，由于这个在每一个点位它有不同的规划跟设计，所以确实在找点位上面应该是相对不容易的。网络门市以及实体门市呢，我们会以 O2O 的方式来持续进行整合跟推动。嗨，宝贝，我要看新唐人亚太台。用声控操作收看频道，智慧家庭体验再升级，门市空间规划影音娱乐新创体验，进入门口还有虚拟代言人 say hello， 推动传统门市转型升级。不过扩大据点布局的不止中华电，台湾大哥大直营门市近400家，主打特色门市据点。信义双圈有 Disney Plus 主题门市，台北文创门市则设有电竞专区，高雄三多门市则提供多项智慧家庭体验。远传直营家加盟全台732家据点，复合店就有16家，与全家便利商店、全国电子品牌咖啡连锁店擦出不同特色火花。
把基地台这个盖到位，那接下来这个各种创新应用服务呢也不断的推陈出来，因此呢我们对于未来那个 5G 的普及渗透呢我们是非常乐观来看待。都会区寸土寸金，电信业把眼光放在提升既有门市营运效益，尤其两年前499资费陆续到期，三大电信也掀起新一波续约抢客潮。新台记者胡宗汉、沈维彤台湾特别报道。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。彭博社，捍卫联合旗下量子运算公司开先例，推全球首款安全金药，估潜在市场达$1兆。金融时报，三星宣布自2017以来最大幅度企业重整。华尔街日报，欧洲新创科技规模超越中国，已达$10亿。日本产经新闻，汽车生产恢复，日本十月景气动向指标止跌回升。消费者保健养生意识抬头，但如果要能方便食用，许多人会联想到冲泡饮品。食品大厂抢攻商机，纷纷投入研发，市场竞争激烈。有生技业者就锁定有机领域，研发制造超过16年，以独到干燥技术呈现食材原味，成功拿下有机谷物冲泡饮70%市场。进入秋冬是冲泡热饮的旺季，食品加工厂产线全开。我们东西是可以放的，跟罐头一样可以放的。但是我们生意还算蛮好的。怎么疫情来的时候，行销怎么变得比以前更好？有时候倍数成长。社会防疫需求，台湾食品制造业2020年第一季产值1126亿元，创历年新高。保健营养食品产值也升温，其中以综合谷粒及冲泡谷粉市场占大宗，产值约64亿元，迎接养生保健风潮，市场竞争激烈。因为食安的问题啊，所以大家在怕添加什么东西嘛，在香。香料啦、寿司啦，还有什么增量剂啦、奶精啦，这个东西啊，都会怕嘛。所以你要找出东西的原来的味道，原来的味道你要怎么找？你要把它制成的时候，你就要把它做出来。为了呈现食材原味，洪东波引进双轴滚轮干燥生产线，把原料处理成雪花片状，进行配方混合。因技术独特，农委会曾寻求合作。洪东波团队更在2006年开发出全台第一个菇类即溶谷物粉。现在怎么调？那我们得用香菇粉来做，不是用香精，我们香菇粉来做。啊，香菇粉的那个东西也不好拿，还不好弄啊，已经十几年了，那东西是历久不衰的。研发团队也长期和嘉义创新研发中心技术合作，开发多款饮法友善食品，获得农委会奖项肯定。你做的越久的话，你就会越怕，因为懂得越多，懂得越多，你就会感觉有一些东西就是不应该加的。慢慢你就本身就会产生一个良心出来了，这良心就慢慢产生的啦。你要做恶也困难了。那时候我们就想，那如果做不添加，我们做什么东西？我们就转型做旅游技术。目前台湾有机冲泡饮市占仅有10%，洪东波选择了一条狭窄的道路前进，并且打破有机高价位的观念，向进口商提出平价的想法，找那个原物料进口商跟他谈价钱，你能不能降一点价，降价不是我要赚的，降价我想啊，你降了价的话，我以后做末端售价会比较低。谈到后来大家说可以哦，市场做大的话，你不一定要卖贵嘛，做大的话你赚的钱一样赚了那么多嘛。16年来，洪东波团队专精冲泡类谷物粉食品领域，成功拿下有机谷物冲泡饮70%市场。洪东波说，不变的核心价值就是安全跟真。安全跟真嘛，我就想做真的东西给大家吃了。做安全的东西给大家吃，这种公司不变的那个定力的，因为食物本来就要用真的东西跟安全的东西给人家嘛，那其他你就不要谈了。面对未来，洪东波朝全龄化发展，让1到100岁的海内外华人都能品尝到台湾用心的好味道。带您看到明天12月9号星期四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。日本11月工具机订单，美国上周初领失业金人数，博通、好事多、Lululemon 财报，财政部公布11月税收。
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，我是唐吉安，我们明天再见。